新一代重量级 3D 动作手机游戏新作《战双帕迷时》，要让玩家们化身指挥官，带领仿生人形构造体，一起打倒被帕迷时侵蚀的机械大军。游戏玩法相当特别，有别于以往单纯的动作游戏，本作特别在招式之间加入了三效系统。在战斗时，玩家们会随机获得红、蓝、黄三种颜色的技能球，单独消除一颗可以发动角色技能，一次消除三颗就可以发动技能最强的效果。每个角色各自都有独特的强力技能触发方式，像是露西亚任意三消一次后再消除红球，就能够使用她强烈的技能红莲双刀。想要在战斗中尽情释放技能的话，记得要先熟悉小队角色们的出招方式哦。战斗时抓准时机闪避敌人攻击，就能够进入超算空间。在这段时间内，不仅敌人速度变慢，使用技能威力也会变大。加入了三消系统的战双帕迷时，比起其他动作游戏更加考验玩家们的临场反应。现在就赶快下载来挑战看看吧。